的 Terry， 苏亚的 Reza， and also Pam Evans from Capital。 那我们呢现在呢马上就要出发，是我们的第一站，是这位朋友哈，住了 KL 那么多年都没有去过，是黑风洞，我们有272级这个梯级要挑战的，加油。好了，看到我背后的神像了吗？这个就是黑风洞。我今天是应该要挑战那一些梯级的，看了我怕，很累呀、啊，真的很累呀、啊。272个梯级，本来以为算算算，哎，272应该平时走的梯级都差不多吧，真的是很累。而且当然这边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哈、哦，这个黑风洞下面我们就一片晴朗，然后这里我以为说，哎，是不是下雨了？原来不是，是因为山洞呢，岩石那些水啊，不断的在滴落下来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去看这个很神圣的地方了。两个技巧，上要 stamina， 下来的话只要一点勇气就可以了。因为如果你有一点点的惧高症，你不断的往下的话呢，是有一点点怕怕的。但是呢，现在终于完成了，有一些风景呢，你不上到最顶端你是看不到的。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来到黑风洞呢，一定要上去看一下。啊，我们现在在的呢就是国家纪念碑，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我刚留意到哦，它在上面的字也是温州蒙英啊 ，Tjasa Palawan Palawan ya Google， 就是为了要纪念一些已经为我们牺牲过的英雄。但是spelling 是不一样的哦，以前是 UNTOK， 还有 Google 是 GUGOR， 现在的小朋友考试不要这样写，现在是 UNTUK 还有 GUGOR。我现在在的呢就是国家艺术廊，然后在这边里面你可以看到整个吉隆坡市的这个模型，然后呢最重要就是如果你想要买一些手信回家的话，这个绝对是一个好地方，就好像我们后面一样。很棒的模型的，我现在要去 shopping 了，可能可以带点东西回来给你。